全体慈济之工牵手合唱，甚至拥抱彼此。歌曲《法髓缘》诉说上人与弟子结下的缘分。作者不仅用歌声传法，也分享创作过程。每一首曲子，上人都必须听，听完之后又要来。然后我最大的福报是什么？我很开心，因为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一辈子有这么好的一位老师。 台北慈济医院院长用一张张照片分享医院的感人故事。感恩大家对他的照顾，他也要祝福得到他眼角膜能够重见光，所以他的愿圆满。来自土耳其的主麻教授也在会场接触慈济5年多，难民发放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。他相信这个缘分是真主阿拉的安排。慈济的人道关怀与行善脚步都和自身信仰不谋而合。 此际路上，他义不容辞。倒水冲泡香鸡饭，海外志工觉得新奇，师父们也亲自挑战。 教导研习会，让这群来自海内外的慈济家人结下相聚的珍贵善缘。台新闻黄怡萱、李明华台北报道。